我回来了。怎么又回来这么晚了？那才下班儿，那有事忙着呢。拿什么？这下面人跟我说有快递，我给你拿回来。我还嫌我明天去拿呢。谁知道你买的什么班儿啊？告诉你，大好东西。我等着看。你看什么？拿给我。我看。拿来。我等着看，你背下。你人家快递你看，你背下。侵犯人隐私呢。你什么隐私？你长得跟我这长得还有隐私。你干什么？那他这家娘们净能花钱，买这个买那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围巾？哎，MK。哎呀，你烦不烦？拿来给我。这不这。我看看，啥东西？那我看，围巾不对，不像围。不是，你快拿来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好东西呀！什么东西呀？这都这啥？啥？我勒个去！买个大花裤！哎、你给我撕坏了！买个大花裤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你现在怎么准备？你准备跳广场舞去啊？什么跳广场舞？你这不是大妈的广场舞标准装配吗？啥？标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变到你嘴里变成大妈了？你有没有搞错？这怎么好看？你看大妈，他们都是你看上去看大妈都穿这个裤，在那个地方，你一天大晚的，这个开始了，哪个不大花裤啊？啊，这不大妈的标准装备吗？不是，这多好看！你这告诉我大妈的标准是什么呀？哎呀妈呀！多好看啊！这个好看，跳广场舞老飘逸了。啊？跳广场舞可飘逸了。我试给你看看，看看呗。那你试我看看。好不好看？咋样？好不好看？看一看，看我配我这白衣服，看多仙气，多好看，看好不好？跳广场舞，很仙气。谁跳广场舞穿着裤子跳，穿着衣服跳？怎么？这多好看啊！看，你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你看，这跳广场舞都飘逸。我也不会跳广场舞，再说呀。这样吧。你看，我就说你是会。你是广场舞大妈的标准装备，你还不信？你好看、啊！你还不信？你嘿嘿笑，你万一练，大家好！哎呀妈呀！来，你跳，来，这小天鹅，这，哈哈哈哈！哎，不信？我是大妈的标准装备，你还不信？多好看啊！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嗯。好看。